自从 iPhone 出咗新机之后，我朋友吉日佢就开始有啲唔妥。喂，部 iPhone 咧，成日自己开机删机喎。佢专登整跌部机。佢有时咧，佢自己跌落地噶。然后赖翻部机。佢专登督碎个 mon。然后又赖翻部机。佢有时个 mon 自己裂添啊！我真系惊佢有一日会做傻事。你想换机咩？你有钱咩？我系主张医生放好健，而家 Jason 怀疑脊柱骨折，正在分析深入，心跳几多？呼吸几多？心跳几多？而家即刻进行手术，俾个价钱我。交上。